己带，我们不是说带面包，他自己带龙虾餐来，就是在他生之前的那个月，好像九月吧。对，好吧，工作量就暴增，是以前的两到三代采，对，然后都胖的胖很多种，对对，胖蛮多的，对，他月子做的不错，你是都帮他吃月子餐是不是？对，一天吃七餐嘛，对，觉得就是好像一场梦，对，因为没有想过说自己会当爸爸，然后是，然后生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，是，然后太太又这么的优秀，说真的啦，因为我太太真的蛮辛苦的。是，因为他等一下顾一个老的，一个小的。你也觉得自己是小孩啊？我是老的那个，老宝宝。而且你是女儿傻瓜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就是小乐的出现，就是他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好。然后我女儿是比较有个性，是，所以她其实就是有点小小公主的个性。哦、真的、哦？她现在几个月大？两个月。两个月就看得出公主？因为她会在，就是不和她。他会这样叫我们，哎、欸，这样子，真的。但他会开口，他会叫爸妈，应该不会吧？还不会，他会觉得，哎、欸，这样子。哦。大家一上来就软化。对，他会自己笑，然后下来就。哦。所以你们怎么分配？比如说谁把屎把尿，你一定是喂奶吗？妈妈喂奶。我们会轮班。哦，会轮班。对。因为他现在四个小时喝一次，对，就轮班。对。对，而且蛮会喝，一餐可以喝150。对。是哦。两个月大。食量蛮算蛮大的哦，所以他有体重有超重吗？也没有，也没有，他就 fit， 所以你们这样应该睡不饱吧？没有，他出生都没有一天是睡饱。对啊，没有，因为上次我访余香泉，他还是黑眼圈一直那种，就是他几乎都这样嘛。你看胖的胖肿的肿，对对，你胖蛮多的，对，他月子做的不错，你是都帮他吃月子餐是不是？因为一天吃七餐嘛，对，然后又有甜点，然后都是高热量。天哪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办法吃那么多，就我食欲就一般一般般，他们量啊，我在旁边陪他，我也不知道干嘛，就跟着吃，吃，然后吃了一个月之后就变这样。你现在几公斤？85，可以代言一下瘦身产品。所以等于胖多少？八公斤有，就是你说生了女儿之后，对，等于多久一个？两个月呀、啊，两个月大，两个月胖八公斤。喂奶应该有 up up， 有，就是紧绷紧绷紧绷，现在罩杯大概就是超乎我的想象。G， 对，没有到那么大了。F， 就是几个爸爸，几个 cup， E F 吧，对 E F 左右吧。那这样多的几个 cup？ 三个吧，三个。原本也没有到很小，那就大概两个。那你会，因为不是说会塞吗？乳腺一开始会，但是就是自己哦，因为月中有那个。泌乳师专业的，对，第一天我们还敷那个高丽菜，就是真的月中都会敷高丽菜给你。他照三餐给我高丽菜，就是催奶是不是？就是那个让胸部不要发炎哦，才不会塞。老一辈的那个秘方也有用哦。那你们有觉得这两个月以来最崩溃的是什么时候吗？最崩溃了，我觉得是应该是，比如说已经喂好妹妹了，换好尿布了。然后都 OK 了，怎么突然又大叫大哭这样？大叫？对，他就会啊这样子，而且因为我们住六楼，他的哭声是在一楼就听到了，真的。所以会扰您。那现在工作量有因为当了爸妈之后有，比如说减量或什么？小乐他自己带，我们不是说带面包，他自己带龙虾餐来，就是在他生之前的那个月，好像九月吧。对，好吧，工作量就暴增，是以前的两到三代采，对，然后现在通告都几乎在讲爸爸经验，对，然后但他出生的那个月，爸爸就是那一周，他出生的那一周刚好完全不用哺乳，是，哦，所以那个 timing 点很好，对，对不对？就可以完全照顾他，然后现在他稳定了，你们就可以出来赚钱，哦，所以蛮妙的。然后民众有因为他当爸爸，就是对他过去的印象，当然，嗯。对，当然，比较年长的朋友，就是说你现在当爸爸，当人家先生的，是要成熟一点，是要有责任感，是就是比较那种长辈的那种留言，对对对，所以对你是加分的啊，加分的，加分的，哦，对，而且我跟我太太说，其实我现在我的心态、我的心情跟我所注重的东西就是家，是就是哎、欸，太太 O 不 OK， 女儿 OK 这样就好，所以都戒掉跟朋友的，他现在没有朋友。你看我连手机都没有在放在身上，你没有找我。